这么老套，给谁准备的？我就知道你也觉得老套。也，谭诗诗也觉得老套了是吗？不是啊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不要跟我讲。哎，向言，他又来找你，还是上次那个事儿吗？不是啊。那是干嘛？ 他说他来抱我一下，那你肯定给他抱了呗。没有啊，我可没有啊。谁信呢？我要是你，他长那么好看，我肯定，我多管什么闲事儿啊！哎，我这，哎，妍妍，我没有啊，我可真没让他抱啊。等会儿回去啊。 你别跟你爸妈说，让你吃那么多东西。你对爸妈？当然是你的零八相妈了。放心吧，我绝对不会告诉他们的。哎，我要像你这么大就好了，就不会那么发愁喽。你很愁吗？嗯，我每天很忙的。我怎么感觉你每天都很闲呢？我每天都很忙的，好不好？你有女朋友吗？嗯。那你有事业吗？ 事业，我倒是有家餐厅，我不用怎么管。爱情和事业都耽误了，你还不闲啊？你看人家烧烤哥哥，既有那么多的事业心，对吧？那爱情肯定也不缺啦。有事业就会有爱情吗？那当然。哇，好酷啊！ 这么老套，给谁准备的？我就知道你也觉得老套。谭诗诗也觉得老套了是吗？啊，不是啊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不要跟我解释。哎，向言，其实我说的是蒋奇他们。我帮你啊。哎，向言。 下来再说吧。他不会是误会了吧？我先睡了，睡太晚会长包的。哼，杀招。 Thank you.